自杀任务。就是我，其实我觉得我那句话不能说，就是我写在上面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大家懂就好。我可以说，我们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案件。啊，这么多。他写的是选我，我可以给你大红包。没有没有，这个真的是捏造的，我这个人最公正公平，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对。大家好，我叫丁力，来自十二星宿火之猎者，天蝎座，然后是浙江杭州人。浙江杭州人。浙江杭州人。兴趣爱好：弹吉他、唱歌、打球。害怕老鼠，他害怕失去我。很棒，很奢华。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位小伙子呢，是一位眉清目秀、来自四川的小伙子。他擅长什么？擅长 rap， 所以我觉得他更想自己来介绍自己。就这么 Q 的吗？这个锅，这个锅就出来了。对啊，那我们打节奏，行不行？大家好，我叫刘妙玲，今年18，身高180，这么年纪小，只有我不行。如果唱个跳舞，黑发粉丝样样行。我现在用rap说着我想说的话，所以你别觉得太惊讶。我不会死。非常好。就毫无疑问嘛，我是第一位，对吧？我觉得另外五位都是平分秋色。另外五位都是第六位。是我就会把所有哥哥排在第一位，我是最后。那确实没错。那最后也是一句话来再经典一下，经典一下自己啊。落叶归根，我归你。落叶归根，我归你。这是什么鬼啊？烤番薯，烤红薯，烤红薯，
钱呢，你们赚的钱。我觉得两，我觉得。好，这个很好猜啊。是什么？你别说话，不是哥吧？就很明显啊。太平间。太平间。就是啊。两个人什么关系？室友。哎呦，果然比我想象还要累啊！这种方式。哎呦哎呦，真是累啊。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新歌《爱的就是你》，我们是十二星座。